是去拍之前再好好的看一下，是我的肌肤状况，还可以的哈。赵又廷，那这个，接下来下面有那么多台湾频道，台湾频道，对，这个地方，世上很多人。对呀、啊，也是我们当中的光荣。对对，多亏了，多亏了大客户，每个人都要见证哈。那你请从第一排左边开始，超哥好来接。不是，不用啊，你还真的每个人都来，大家有镜头可以捕捉啦。每一个人摸一下。不是啦，哪有这么麻烦？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不过在正式那个之前，我倒想先问一下 Mark， 因为我今年你秋上啊？哪有不来？我那爹妈把他变变了，我呢？不太好赚，他比代言人，你给他摸一下是会死哟、哦。也不是这样说啦，不是啦，这不是难不难赚问题，是很麻烦呐、啊。哦，下次我们那个间距做大一点，真的没意思。我们让，其实这样也好，因为大家远远的看，真的像我近距离看，我真的是吓一跳，因为赵又廷常飞来飞去啊，坐飞机什么的，可是保持状态很好。还有一个是我觉得你的心态保持得很好。那个报告医师啊，跟您说一下啊，赵又廷先生呢，从当年的素人变成影帝，也不过就今年十周年了，恭喜他了。十周年。那请问一下，这个是怎么办到的？你的心态，我感觉你也没有变，你依旧这么的朴实。是，因为我一直都没。你就直接说是。哎，那边哪有来过？没有。哎，那边一些的表姐讲你那边哦，叫他我带他的 skincare 也讲你那边东西 ，life 太累了没呢？可是他打呢，哪来不了算哪趟了嘛？哒哒。对呀。哒哒。多怎样？